有没有看到小白花？就是雨中的小白花。现在在下雨，这个小白花都被那个雨水打得好像垂头丧气的。小白花被雨水打得好像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啊，垂头丧气的。也有红花，粉红色的花朵。粉红色的花朵也很漂亮。欣赏雨中的那个竹溪。走一趟雨中的竹溪，小白花。竹溪两岸也都有一些花朵呢。树木是虽然不是很高大的树木，但是也有一些小花朵，一些花朵还蛮漂亮的，有黄花，有粉红色的花，白花啦，不是黄花，有白花还有粉红色的。好像也有黄花，黄花好像在前面那边有黄花。这边的水是稍微比较清澈一点。刚才那边是很多那个黄色的，好像泥水一样，有一点泥土的颜色。这边看起来是比较没有泥土的颜色。其实那个雨中的竹溪那个水流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平常没有下雨，那个雨那个什么溪水是黑黑的而且都是黑黑的，然后就是没有水波就对了，没有水流那个感觉啊。这个有下雨的时候这个有水流。它有水流，然后有那个波纹有波纹，很漂亮，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了，像活水一样啊。如果没有下雨的话那个看起来是黑黑的，比较脏的感觉，就是比较像那个死水一样。这个有水流那个看起来就是比较像活水一样，很漂亮啊。看起来比较舒服啦，死水看起来就感觉没有那么漂亮。现在溪水看起来蛮漂亮的，现在放眼看过去只有我一个人，可能不是假日啊，又是在下雨。
没有人像我这么疯狂的。有时候想一想哦，这些景物哈、哦，给它拍下来哈、哦，做一个记录也是很棒的呢。这过三五十年之后啊，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，好像值得观察的，就是一个城市变迁的那个风貌啊。可以留给后人观赏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50年前、40年前人家拍的那个纪录片，我那个看起来哈也特别有味道，跟那个意思一样的。我一只水鸟飞过来，这个不是白鹭鸶呢，这只我好像很少看到呢，这不晓得什么鸟，它是白色的身躯，然后它的头哈，它的头部是那个黑色的、灰色的、铁灰色的头部，那个毛发，哦，羽毛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只是什么鸟啊？现在是放大两倍。它好像孤零零的一只而已呢，它也是在躲雨啊。它现在飞到那个对岸去了。我现在一个人撑伞不好操作，把它放大一点看看。这一只鸟很漂亮。这水鸟很漂亮，不晓什么鸟啊，缩小两倍。哦，这下雨当中的那个溪水看起来很漂亮。好，再缩小一倍，这是原来的大小。这雨中的景色很漂亮哎，哇，很美啊。真的是太美了，这个景色看起来很漂亮，很棒啊！这里是台南南区的那个竹溪啊，很漂亮。下雨中的那个竹溪很漂亮。好，先到这里。